到十一月份就是花东纵谷的古道秋收季，随处可以看到金黄色的黄金海，用金黄道海疗愈你的心。心动的你还不赶快出发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威朗。我看我们的装备很像要去纵走一样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之前去没有那个温泉的地方哦。那现在听说又冒出来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那里泡温泉。这个地方就是金轮野溪温泉哦。那我们今天带了一些食材啊，跟一些露营的装备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住的地方呢，就是温泉，温泉什么？我哪？温泉什么？景观房。温泉景观房。好，那在入口处呢，那边就是金轮的虹桥，那我们就往前面走，这边。大包小包，那听说这个金轮温泉呢，今年的温泉这个泉子直接冒出来哦，大爆发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个好位置，然后休息一下。那今天这两天呢，哦，躲过这个雨，躲过这个封面的雨势，那我们就来台中这边做一个比较秀的行程。后面就那个金轮的虹桥，啊，这边就有一条路，哇，老地方啊，熟悉的老地方。好，那这个温泉全部都出来了，那这边一个温泉河。我们的帐篷就到啦，这两帐。哦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，哦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这个晚餐。那温泉呢就在那边。哦，虹桥旁边是溪。哦，那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就吃早餐，然后中餐没吃，那我们现在就到营地，然后木头捡完，然后我们先来煮个晚餐了。那我们今天煮的什么？青丝香鸡饭。好，我们大厨说今天要煮青丝香鸡饭，配鸡胸肉，还有一个蛋哦。鸡胸肉呀。Yeah. 好，那我们就来拍摄一下这个煮菜的过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吃这个，哦，很酷的干燥饭。那这个在纵走啊都会很常吃这个干燥饭嘛，因为非常轻，非常方便，就不用备那么多东西了。还有这个群里买的鸡胸肉跟蛋哦。哇，那今天我们吃的话，这个干燥饭配上鸡胸肉还有一个鸡蛋，非常的营养。OK， 那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金轮的第一晚餐吧。
那我们现在就泡在这个金轮温泉哦。哇，那去年来的时候，这边是完全没有温度的温泉池。那今天呢，哦，人品又大爆发了，然后就变成温泉了。它温度大概是40度左右。那我们的营地在那边。那我们现在好好享受这个温泉吧。明天早上再拍这个全景给大家看，我就好好享受一下这个个人的温泉汤池包场哦。大早安，那我们昨天就睡在金轮这边呢，非常舒服。那里面倒很冷，那我们的前面呢，一大早呢就是这样的景色。是不是很幽啊？那边红桥，那边是温泉。那我们的朋友蛋呢，跟他的小狗呢，多多跟小灰就来作伴呢、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泡温泉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收一收，我们就去泡个温泉吧。那这边是排湾族，叫做嘎纳伦哦，排湾族也叫嘎纳伦。那这边就是金轮哦，然后是在昭和十年的时候，日本呢就把它改成金轮这个名字。那这边的温泉呢是弱碱性的碳酸氢钠泉哦，那大概在 pH 值大概在7到8之间哦。那现在这个温度呢，这边呢以前是可以到70-80度，然后现在这个大概50度左右。那这边是源头，温泉都会冒出来，然后慢慢的流下去。哦，那边也是源头，这。从这个岩壁冒出来，从这个岩壁冒出来，然后慢慢流过去那里，到红色墙壁。那前年跟今年都没有发现这个温泉哦。那我来两次都没有发现。那今年就是地震，可能地震的关系它会冒出来，然后这个温度非常的高，大家可以赶快来泡，因为非常的简单哦。温泉河，满满的温泉河啊！露营记得垃圾要带走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吧。无痕山林，必须的吧？必须的。走啊！害怕哦。很小。好，那我们停车的地方呢，就在这个大武山生态教育馆这边哦。我们车就停在这里。哦，那你从这边走路过去这个金轮温泉呢，只要2分钟，是一个哦，很非常非常非常简易的一个温泉区哦。那现在呢，还没有什么人知道啊。那影片发了之后，可能就有比较多人知道。那还是呼吁大家要那个把垃圾带走啊、哦。你要露营的话，要把垃圾带走；要泡温泉，把垃圾带走。好、哦，千万不要把垃圾留在这边。然后破坏这边的没那个温泉的那个这么优美的温泉景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要去另外的地方了。那这个金轮温泉的哦野营一夜游呢到这边结束。那大家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明天见，拜拜。